阿梅，王菲哥，王菲，快快，爸爸，哎呀，你拿着去啊！昨天晚上我拿了你的鸡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！不是，哎，我们不要你的，什么情况？拿着我的玉米干啥？啊？你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，这个玉米不是我，我摘的呀。他摘给你吗？你们是一伙的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你们家的玉米是不是？是你们家的玉米啊？对啊，我们家的呀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曲布啊，一天不干正事，天天来我家偷玉米。哦，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他昨天偷我家桃子，今天要偷我家玉米的。哦，你跟他认识，你就跟他说一下。不是我们跟他不认识，我们跟他不认识。刚才玉米这个他跑过来，十一塞到我们手里面的。他给我们的，十一只。那我看到你们经常在一起，你跟他说一下啊。哦，那个不关我们的事啊。他往那边。你们不是一伙的啊？不是。不是。这个人不要跟这种人来往，这个曲布这个人，他为什么要把终于有终于有人收拾他了？为什么把玉米给我？不是，谁知道他不要？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还去收沙货呢。收沙货？对。去哪里收？就在我们村，就是每家每户敲一下门，看一下有的话就收走。这么麻烦吗？不麻烦呀，我现在准备去了。哦，那我陪你一起走。一起吗？啊。准备了多少本钱来收沙货？2000多，就2000多。2000多，那能收多少啊？不知道。阿七哥，好多雪已经干。这么一点就630块钱，被褥确实是稀有的一种。好了，过去了啊。下次还要的时候跟我说。好，过去就要。这里还早就找到了，你们就给我打电话嘛，我过来收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你住口！你不要求我。